是吧？宝马展要最早宝马展看，你上海宝马展明年你就是做这个生意的。哎，impressionante，每个厂家都认识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接触吧，我已经去了两次了，是吧？北京展要去吗？这次十月十五号的。在那个时候还在中国的、想说你想问你去吗？我不去，因为你要给这个发信，我准备要去什么下个月上海月的吗？那多久？那你干嘛去也嘛，这么牛！Estou aqui na fábrica da Zoom Lion。